叱咤乐坛，叱咤 playgroup。应该系呢度，今日冇咁粗，车嗰个都冇几得意。系啊系，系咯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Ronald 你好，系啊，你好，系啊，我哋可以入嚟吗？欢迎欢迎，而家好尴尬，你明明约咗咁样。Hello， 多谢晒。我哋一入到 Ronald 呢位聽眾嘅屋企咧，成隊 crew 咧勁喺度睇啲珍藏，珍藏啦，真係大開眼界嘅。其實我哋都有啲估唔到咧，今次嘅家訪咧，好似嚟咗一個即係嗰啲年輕創業家嘅屋企咁樣嘅。少少小型 exhibition。係啊，係真係喎，真係小型 exhibition。小型 exhibition 啦，你全部都係 Ronald 嘅設計啊、product 啊咁樣。咁但係當初林欣彤揀佢嘅故仔，其實就冇諗過我哋係嚟睇一個 exhibition。係啊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坐低啦，傾下。十月份叱咤乐坛叱咤 play group 咧就去到大埔啊！我哋叱咤乐迷 Ronald 嘅屋企嗰度。大家好。咁其实初步睇咧，或者叫表面睇咧，佢间屋又非常骨子啦，好多靓嘢啦，好舒服。系啦，咁啊听佢介绍啊，一路讲佢自己嘅设计心路历程，或者已经拥有自己嘅 product 咧，我都觉得喂都算系咁啦，三十出头啫喎。咁但系头先林欣彤同我讲咗句，我知佢唔系咁，佢有自己嘅。空洞嘅，佢淨講空洞兩個字啊，咁所以咧，以下時間咧，我就交曬俾阿 Matt 噶啦，交俾林欣彤，因為係林欣彤嚟家訪。你覺得呢條路上面有冇人陪你一齊承擔緊？其實最內疚係就係、是要屋企人同我一齊承擔。咁我屋企人，我媽咪啦，同我家姐咧，都好支持我，咁樣陪伴我。係我喺你嘅嗰個故事啊，你帶嘅我都見到。因為有陣時可能，尤其是你出咗嚟之後，咁你多咗時間可以同屋企人相處嘅時候，你就會諗翻起之前嘅生活同而家嘅生活嘅比較之下咧，就會對之前嘅生活有少少內疚。即係以前就好少時間陪屋企人。係啊，即係可能因為以前咧份工作除咗喺 office 畫嘢之餘咧，亦都可能要四圍而飛嘅，去唔同國家啦。咁最厲害嗰陣時咧，直情係每個月都要出門。咁直情可能係一個月都見唔到面一次啊，翻唔到屋企食飯嘅。咁而家咧？咁而家咧，咁就差唔多每晚都會翻去食飯啊，然之後大家傾下偈啊，了解多咗咯。媽咪煮。有陣時候我煮噶，嚇係啊，有陣時我煮噶。媽咪覺得佢啲手勢點啊？係啊，好好啊。有冇啲咩係想同佢哋講嘅咧？其實我想同佢講咧，就係唔好意思啦，以前係對唔住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因為、自己嘅任性而令屋企擔心啊咁樣。但係我會同佢講，其實我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嘢，我知道自己行緊條咩路。這條路我知道會很辛苦，但是我會盡我的努力去走下去，希望 會走到應該走出來的路，還有我想令他們將來會沒有那麼辛苦的生活。你有沒有想過媽咪最想要的報答是什麼？有沒有問過她？會不會是你的人工？還是其實我覺得我媽咪其實最想我是什麼呢？最想我咧就係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同埋行一條自己認為開心同埋一條正確嘅路。訪問嚟到呢度，阿 Matt 主動要求 Ronald， 你可唔可以入一房啊？因為我想訪問埋你媽咪。喺你唔在場嘅情況底下，媽咪就唔使擔心你怕醜或者尷尬，將好耐心嘅説話都講出嚟啦。你覺得仔仔嘅設計點啊？見到初初見到嗰時比較幾特別，覺得有趣咯，覺得係。咁覺得好驕傲嘅，會唔會係即係啲親戚朋友見到呢啲色櫃啊？你有冇俾過啲親戚朋友睇啊？冇。冇啊？咁你有冇帶過仔仔設計嘅？有。有啊，你中唔中意？中意，我好中意個燈籠啊！好中意啊！嗰個羊肚燈籠。羊肚燈籠。
咁你戴嗰一刻有咩感覺？好特別咯，即係自己個仔親自設計，而出邊又冇嘅嘢咯。好驕傲啊！哎呀，唔係好驕傲，即係好滿足。即係好滿足。係。會唔會有時心痛仔仔？因為佢頭先都講啊，又要頻撲啊，又要捱夜啊。因為我跟他講過，你如果選擇呢條路是可以的，因為我覺得他是有一種嘅天分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如果你要選擇呢條路咧，係好漫長、好艱辛，要堅持咯，要堅持落去啊！我叫佢唔需要擔心屋企啊，屋企啦，我會同家姐會搞掂嘅，叫佢唔需要擔心，去做佢自己嘅嘢。你有冇咩説話想同仔仔講啊？我希望佢唔好再擔心屋企啦，希望佢啊專心去做自己嘢。好似我之前所講，條路是艱辛漫長，但佢嘅選擇，我覺得是正確。咁所以我都會支持。我有時啲會諗下，會唔會其他有啲媽媽都會好似我咁樣咧？我心諗，即係好似即係好傻咁，個仔唔去做，有工唔去做咁樣，即係。但我都覺得佢選擇條路是啱嘅。一個家訪入面可以看到林欣彤整個創作過程，即係問完、原來創作人或者林欣彤佢自己會找緊某一啲重點，甚至最 touch 到你的東西啦。其實我都想借翻林欣彤問 Ronald 媽咪一條問題，問翻林欣彤，因為林欣彤問得呢條問題咧，其實對於佢嚟講呢條問題好緊要。就係我捉住你的手先。你不要整下我啊！咁容易？我怕喎，頭先有少少啦，望到媽咪。係啊，即係其實你睇翻成個家訪咧，呢個女真係好鬼真㗎，真係。佢好用心啊！我想講，因為阿 Auntie 講嗰聲乖仔咧，好容易錯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頭先個家訪咧，令我諗起我同佢做嗰個訪問，我諗係一年前話唔記得咗啫，上嚟叱咤樂壇㗎啦，就係佢講嗰首歌，佢就係話。自己點解想屋企人生活好過啲？我唱歌或者我參加比賽，我係想屋企人好過啲。但係點解最後要佢哋擔心我？即係呢一個，你記唔記得呢一次嘅訪問？記得啊！做咩啊？咩事啊？開心嘅呢件事。係。咁頭先林欣彤就問咗 Ronald 媽咪一個説話，就係你覺得你個仔？乜嘢唔係物質上，有咩令你驕傲？我好想你代你屋企人答。林欣彤，其實你覺得屋企人有乜嘢係引以為傲嘅？即係對於林欣彤。我唔知啊，可能係因為我唔知道我有咩佢哋引以為傲，所以我不斷追求緊，去點樣再令屋企人。冇生錯呢個女，咁所以我係不斷追尋嘅。但係頭先我諗起我媽媽同爹哋平時點對我，同埋諗起頭先 Ronald 媽媽嗰個眼神就係，其實我唔使做啲咩，係反而係我屋企人令到我好驕傲，係真嘅。大家而家听到嘅背景音乐就系阿 Mac 做完呢一次家访之后嘅创作，叫做《因为你》。留意下一集嘅叱咤 Playgroup， 你就可以睇到全个创作过程。